现在在一间叫做 Total Ninja 的体育馆，待会儿呢我们就会进去玩。听说里面就很像极限体能网的器材一样，待会见吧。现在在一间英式下午茶店里面，然后他们今天装扮是万圣节风，所以到处都是那一种橘色啊、黑色，还有一些骷髅头啊，或者是一些幽灵类似的造型，真的很有特色。对，现在又来到 MyProtein 的办公室了，那我们待会呢就会上去做一些双十一节的活动。大家可以看到 MyProtein 今天呢准备了超级多的下午茶甜点。今天呢是他们的礼拜五，有时候礼拜五的时候都是会类似像这样子一个活动，大家一起庆祝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哦。现在要去吃一家，听说在这边很有名的一间餐厅。我们这些大使们呢，现在正在走路过去。其实他们其实就算蛮用心的，就希望说安排这个聚餐，让我们大使们就是有一个交流。这就是我们在英国跟全部的大使们吃的最后一餐。哦，超多人！就听说今天就是MyProtein他们有30几个，就是亚洲团队的人，包括员工、大使们。摄影师们都会在这边一起吃饭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期待一下待会的晚餐喽。在曼彻斯特机场的
第三海航向。那我们待会就要坐飞机前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转机，然后接下来就回台湾了。这一周的行程呢，老实说真的非常充实，看了很多，包括 Rafting 的制程，还有包装过程，还有认识到很多大使朋友们，真的非常开心。这一个礼拜也过得非常快，待会就要回台湾，那我们就是在台湾见喽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也请帮我按个赞、分享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